一般人在做决策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概念，比如说我的直觉是看到一个孝顺的人，我就录取他来新衣房上班，因为我直觉孝顺的男生一定没有一个是坏人，直觉喜欢棒球的人一定很努力工作坚持到底，这两个都被打枪了。我遇到喜欢棒球进来就办不能用，孝顺的其实每天都要回去陪爸妈。我后来就发现直觉其实是你遇到问题第一个常用的选择模型，第二个就是刚刚胖子所讲的求神拜佛。因为在你在做什么 Excel 分析、 SWOT 的分析或者诸如此类的分析之后，你会发现其实求神拜佛是最有用。你问这一台女生，当你遇到感情的问题还是问你遇到婚姻的问题，是不是会去求神拜佛？塔罗牌就类似差不多嘛，昨天卜卦就是塔罗牌嘛。所以你不要太过于理性，真正理性的人在这里去问懂的人啊，比如说买房子问宪哥懂的啊，我生病我就问护理师问医师说这个要怎么解决，问那个懂的人，这个是咨询常用的删除。还是我要买车买房，我有七八种选择 narrow down 到两种，这我比较好做决策，叫删除法。经验法则就是我过去的经验曾经带过于我思考什么样的问题，经验法则也是一个常用的方法。或者诸如此类，你在企业内部上过所有跟问题分析决策有关的方法，我跟你们说这些方法我上过非常多，真正在做决策的时候通通都不会用，因为我还是相信直觉。很奇怪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这种企业讲师会一直有机会上课的原因，就因为上课没有用嘛。